间系4:34，空辩则为每方2分钟，自由辩论则为每方3分钟。每次发言时间结束时，暂停了有一丁提示，够钟则有两丁提示，超过10秒则会连续丁几下。详细赛规已发布于各参赛学校。如果比赛时间出现任何问题，可同计时员暂停比赛，交由3位评判即场作出裁决。请问在座各位有冇问题？冇嘅话，依家先请正方主辩发言。你有4分钟嘅时间。
冇有風所講話女性依靠男性，都冇話不結時婚嘅意思，更加唔係有方話要必須結婚請有方無曲解辯題。南大多婚女大當日係通過傳統嘅婚姻觀，主張男女成年後應該承擔立室，所以辯題嘅重點唔係係在於應該呢種婚姻觀體現今香港社會係咪仍然有意義價值，係咪值得被珍視。我方反對辯題原因有二：第一，婚姻係雙方承諾嘅保障。有方今日覺得長大結婚成家立室唔係年輕一代嘅觀念，但係市場調查公司阿豪指出，超過八成人認為婚姻唔係過時產物，可見婚姻仍然有時代意義。先從感情嘅層面著想，婚姻係兩個人自願終身結合，對一對戀人願意攜手登記結婚，已經代表佢哋對呢段關係願意有所承擔。香港市民大學會婚姻倫理資源中心教育主任。
女性咧要依附男人嘅说法嘅，所以女人咧要以男人为中心去生活咧系不合时宜。我再问友方啦，如果认同一个人认同呢句说话，系咪年龄越大越有结婚嘅压力咧？听清楚我讲嘢先，因为友方所问嘅唔系头先问你答我，如果一个人认同呢句说话，系咪年龄越大越有结婚压力？咁當你所講話哦，原來到咗適合嘅年紀時候咧，就要結婚啦。咁點解冇結婚壓力啊？今日我方都唔係話到咗適合嘅年紀就要結婚，係嗰個人喺有條件嘅情況之下遇到伴侶。咁但係事實咧，原來呢句説話咧就係俾咗壓力佢哋結婚，而唔結婚嗰一班人咧就會俾長輩去叫佢話男女大當嫁，男大當婚，係定唔係？但係今日我方嘅衡量準則係呢一個觀念應該存在喺呢個社會而包含著。一定要結婚呢一個元素喺裏邊。咁所以有方否認唔到嘅時候，原來咧，跟住輪到反方公辯，反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辯員。正方辯護。請你自由選擇正方位辯員接受質詢。我咧可能學今日你係咪覺得咧話咧，女性應該想婚就婚，如果男大當婚就違背個人意願啦。我想問條件就係男大當婚定男大必婚啊？男大當婚。我想問當婚同必有冇分別？當婚唔係就係結婚咩？當婚點解等於必須要結婚？唔係啊，你叫佢得結婚啊嘛，咁佢而家咪要結婚咯、啊？你我冇分先，我分邊度當點都等於必須，我哋應當要結婚，點解你個個人選擇條件剝奪咗咧？但係你今日將呢句説話套喺市民身上，市民會有壓力。我依家係但呢句説話唔係我逼你要結婚嘅意思嘛？我再問多你一次，你應當要結婚，點解代表你非結婚不可？點解你結婚嘅選擇自由被剝奪咗？冇被剝奪啊！冇被剝奪啱，所以因此今日你話男大當婚，你所講嘅自由戀愛係完全冇違背到。你所揀自由嘅一個嘅戀愛嘅啲自由嘅仲要會存在喺度。我想再問下，方話咧今日結婚就會社會迫害自己。我想問話社會迫害自己，究竟係咪呢八隻字嚟嘅？我想問男大當婚邊度講到話你唔結婚會迫害你啊？呢八隻字嘅意思到佢講。重點就係你而家話女大當嫁嫁就要依附人啊！你啱啱都講咗啦。係咪而家今日在場所有女性，我哋嫁人全部香港社會依附曬男人啦？咁但係你啱啱自己都所以問題就係、是、咯，你嗰個嫁並不等於依附，你所講啲迫害自己係唔會存在咯。跟住再問對方嘅陣咧，阿三邊度方嘅立場，你覺得人應唔應該結婚啊？我哋都見入去，你啱啱又話依附，而家又話唔依附。我剛才一路講話，我剛才從來都冇講話依附，但係一個問題，你站喺對方立場，其實你覺得人應唔應該結婚啊？咁我哋啱啱自己講咗依附。其實你覺得人應唔應該結婚啊？人想結咪結咯。人想結就結，所以咪係咯，男人都係冇剝奪佢嘅自由咯。咁我想問啦，你咁由翻我想講，所以結放翻主面講，有關結婚嘅價值，例如話對對方嘅承諾等等，我想問呢啲價值點解會失去咗？但係方同學，你叫佢男大就要去嫁咯喎，你話要。首先，我頭先都承認咗當婚冇必須嘅意思。我翻想再問友方就係，我哋應當要結婚背後嘅價值，包括對對方承諾。點解今日嘅時代其實失去咗就不合時宜咧？但係你都要叫佢喺。多謝各位。現在公辯環節結束，輪到正方第一副辯，你有三分鐘嘅。仲會出現喺現今社會咧？點解唔可以追逐佢哋想做啲咩就做咩？
所講到話冇曬啲價值咯。再講咧，今日有科學話咧係家庭對社會係有意義。我已經講過唔係反對結婚，但係今日有科學對一啲根本冇興趣追求保障，覺得佢哋淨係想簡簡單單兩個人一齊就有科學話，點解你要迫使佢哋一定要結婚啊？你知唔知你呢個説話迫使到佢哋長輩點同佢講啊？即係同佢講話你。你而家唔結婚，人哋點睇你啊？你想唔想簡簡單單結婚，人哋會點睇咧？結婚呢啲又點樣代入，又點樣去令到弱勢咧？再講咧，今日睇翻變形嘅字眼啦，其實根本係冇地域性嘅規限噶。實際上咧，係西方國家不婚不嫁係冇問題，年紀大嘅時候結婚咧都冇問題。咁所謂有方啦，歐洲國家會唔會認同你所講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咧？我覺得睇到而家外國都係有呢啲思想，佢哋而家外國咧都係佢哋都係為男大，而家嘅外國咧佢哋都係為他們想結就結，他們追求自己想的意願，而不是有方為何要強迫他們，為何要用這句話強迫他們扼殺他們的自由。再說就算不講國際，將這種思想代入在現在的華人，都會為現在的男女多添一種的壓力。根據國內風險機構成的家庭的調查顯示，有35%的人一大時間寧願不回家，原因是什麼？是因為他們被家人逼婚，是因為他們被家人安排相睇，他們根本不想回家。所以我都不明白了，為什麼要限制住他們呢？他們現在就跟你說，現在正的時期是什麼？今天可能只是論證利處，沒有論證過時宜，現在的時就正正就是個人主義，他們想婚就婚。多謝各位。Oh, God.
婚仲有好多嘅矛盾，因為有風同我講話要喺合適嘅條件之下結婚，但合適嘅條件係咩啊？係咪年齡啦？唔係啊，因為25歲到35歲嘅閃婚人咧，離婚率有65%，跟住仲係啲咩咧？有風到而家都冇回答過。再講啦，因為有風同學咧講話而家唔係認同依附，而係覺得女性同樣可以唔結婚，但係其實首先唔結婚，父母會點樣諗你咧？係咪會催婚咧？啱啱講咗有70%人俾父母催婚過，再講佢話唔係依附，女性可以靠自己獨立，但係啱啱轉變咧，自己又出嚟講話，其實係依附㗎，依附冇問題㗎。咁其實今日有方同學嘅立場係啲乜嘢咧？講完催婚，佢同我哋講話婚姻觀。今日有方同學，我由頭到尾都冇講過要反對結婚，想婚咪婚，想嫁咪嫁咯。今日係你覺得結婚係一件好偉大嘅嘢，所以個個都要去做。咁你唔好再同我包裝成啲乜嘢話啊！其實呢個係一件好偉大嘅事，你嘅仔女會幸福。但今日喺你嘅觀念之下，你就係將呢套觀念套落咗喺而家嘅現代人身上，佢哋會有壓力咯，會被催婚咯。而另外係當今社會之下，個人主義強加傳統觀念去凌駕自己嘅意願，係咪不合時宜咧？有方到而家都冇答過，而以前。家庭為本位住四合院，當然係會以滿足家庭嘅需要啦。但係現代咧，個人主義之下，隨時分開喺唔同城市、唔同國家，為咗照顧大家庭而分咗嘅需要，咪下降咗咯。再講女性主義，你今日同我講話一時講依附，一時講唔依附，咁其實你都知道，應該到底係女大當嫁定係女人當自強咧？女性人也依靠男家，你主辯都話啱噶，都話錯噶，因為現代女性嘅教育水平、工作能力、社會認受性已經跟過不讓蘇明，其實在場嘅女性辯論員同樣唔少嘅喎。其實一念之差，明明你細個都覺得婚姻要謹慎，要，但係而家竟然變咗闖出結婚，你嫁錯郎，結完上婚點算啊？生完上婚，你啲仔女點算啊？呢頭講幸福，但係而家點算咧？真係結唔到婚，呢句話影響唔開心嘅父母又點算咧？第二係經濟模式，以前講孝成，有要子承子業，就有要娶妻生子。而家債業自由，有方同我承認，現今嘅社會唔再需要為咗繼承事業而揾老婆生仔女啦。古時講養兒防老，所以要及早生仔，但係而家以前係因為以前係第一產業為主啊嘛，人老咗就冇咗工作能力，要靠仔女養。但係而家咧轉型為第三產業，年科老兒尚能投資，好多工作嘅退休年齡咧都越推越後，甚至依到咗安老按揭添，有儲蓄保險，甚至人人月月，甚至老人家月月有終身添。呢個有方同學係對唔住未來嘅自己，多謝。你話我唔食菜嘅話咧，點樣就有問題咧？我應當食菜代表住嘅係乜嘢？代表住嘅係佢背後嘅價值喺度啊嘛。所以有班同你講話，你應當結婚從來都冇剝奪過你嘅選擇權㗎。你應當食菜，但你唔食菜嘅選擇權已經冇剝奪過㗎。所以有班第一，有班常常同我哋講話咧，冇剝奪佢自由嘅選擇，剝奪佢嘅價值，而家全部剝奪過，全部都存在緊喺度。第二個你探到嘅問題就係、今日呢場辯論，你應該討論嘅範圍係啲咩嘢咧？有班今日咧將乜嘢加入大當分度咧？佢話佢以前佢將女性以前依附男性加入男大當分度，講緊係咩？有方係將以前歷史上一切對女性不平等嘅一啲嘅習俗，全部擺入佢應當結婚嘅價值觀度，合理嘅地方喺邊咧？你問女性依附男性講緊係咩？係以前嘅社會習俗。咁按你邏輯係咪將以前咧佢三妻四妾，又而家係又同男大當係男大當分拉上關係？以前咧你一定要好似做奴隸咁樣服侍夫家，係咪又拉翻入去今日嘅辯論度咧？講緊就係男大當分，佢大當分講緊係一個婚姻嘅價值觀，就係應唔應該結婚。所以有翻將以前一切對女性不平等嘅價值觀拉入去應當結婚呢個嘅婚姻觀度，其實顯然就唔合理咯。所以因此第二就是、有翻成場討論嘅範圍咧係錯失焦點，偏離緊男大當分呢個討論嘅嘢。
喺三個問題就我哋睇有分點樣回應我剛今日講嘅婚姻嘅價值觀咧。所以今日呢場辯論咧，唔係講話必唔必須結婚，唔係睇以前嘅習俗今日喺邊度，而係我哋話我應當結婚背後嗰啲原因、嗰啲嘅價值觀，我哋對婚姻嘅渴求、婚姻嘅價值，嚟到今日呢個社會仲存唔存在？呢啲先至叫做係不合時宜啊嘛。而我翻轉面成日常講對婚姻嘅意義，有翻嚟嘅意義係完全冇回應過嘅喎。我講過婚姻嘅意義包括係啲乜嘢咧？例如我哋結婚誓詞上邊，我哋會話無論上邊嘅幾多富有貧窮，我將永遠愛你，我將永遠對你忠誠。呢個意義講咧就係當伴侶相對方選擇為終身伴侶之後，對眾人只是一種承擔同承諾。呢種承擔同承諾嘅意義點解嚟到今日之後變到不合時宜咧？對方冇解釋過。婚姻意義仲有就係例如話喺法律上結咗婚之人之後咧，已婚人係唔能夠通婚，唔能夠重婚，否則要負上法律責任。例如係雙方離異嘅時候咧，要對例如女性嘅子女嘅撫養權啦。撫養係上有法律嘅保障，點解嚟到今日呢個時代，我哋應婚結婚背後嘅呢啲法律上嘅保障會不合時宜咗咧？有例如就係咯，我哋聽人講，美國麥斯根大學嘅同我哋講，喺同居家庭成長下嘅小朋友咧，佢哋嘅情緒問題會比已婚家庭嘅小朋友高四倍。點解嚟到今日呢個世代嘅時候，我哋對小朋友嘅保障，對小朋友俾一個家庭穩定，呢啲嘢又落得咗？有乜從來冇人證過點解噶？所以有乜從頭到尾第一個結，所以總結嚟講，第一有乜錯失焦點，第二有乜完全論證唔到點解婚姻？我哋應當結婚背後嘅原因，背後嘅價值觀，其實今日變咗好少。多謝各位。反方第二方面發言時間3:05，同蕭前想扣分，現在進入自由辯論環節，一方會有3分鐘發言時間，雙方發言時間完畢，本人會宣布另一方剩餘時間，雙方可自由選擇一位或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位辯員必須喺本環節發言。本環節結束時，在場時發現有辯員從未發言，即可即場提出。屬實的話，該辯員所一方將會被物每位評判扣除5分。請問雙方冇問題？如果冇嘅話，自由辯論環節現在依家開始，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員發言。台灣男女婚姻態度調查有兩成半人指出，婚姻結婚嘅壓力來源係因為呢個嘢。逼佢哋結婚嘛，所以你仍然有個選擇權去揀而結婚咯。我想問點解當婚都要必婚啊？首先有可能咧，你講就話逼佢哋，但係而家都正正啲人係因為你呢句説話，所以令到佢哋有壓力啊嘛。咁有可能呢啲人點樣處置咧？再講咧，今日有可能你都冇論證過呢句説話，點解唔認罪？有需要真係搞清楚先。今日啲家庭去逼佢哋嘅仔女結婚，佢哋家庭嗰啲存在問題，但係今日呢一個咁樣價值觀係應該存在，即係佢哋。咁有壓力唔代表佢哋覺得婚姻呢樣嘢本身係唔美好嘅。可能你所講價值觀我都全部認同，但係唔係逼死佢啊嘛。你所講男男當婚女男當嫁，佢哋家庭問題點解會有家庭問題？就因為你呢句説話逼死到佢哋要歸俾自己嘅子女，再下一代全部都係歸佢哋要結婚咯。你點樣論證呢句嘢？入翻就話台灣人感覺有壓力。我想問台灣人感覺有壓力，點解等於當等於必須？咁我係今日你將呢句話擺喺而家嘅觀念之下，冇人覺得係必須啊！但係今日你同我講話，你當食菜，咁係咪應該你必須要食菜啊？唔係啊，因為你當食菜咪係你可以揀咯，你可以唔食噶嘛。有乜你都識講啦，我其實從來都冇講過係等於必須咯。其實佢咁我點樣剝奪到佢嘅選擇權咧？如果唔係必須，咁點解唔同我講啊？問題係因為你應該食菜唔等於必須嘛，所以陳友芳佢就自由嘅因論證唔到點解我應該做一樣嘢，等於你唔做一樣嘢嘅選擇權自由嚟講，你會被剝奪咗。不過我想再問陳友芳啦，因為同我哋講話咧，女性會依附男性又會點樣咁樣嘅傳統嘅習俗，我想問嗰啲傳統習俗同我哋應該結婚有啲咩關係？咁我就同你講嗰啲傳統習俗，就因為你呢句説話本身，佢哋阿爸媽就講你嫁個好男人啦，嫁個好阿婆啦，因為你啱啱主面已經承認咗個價值，但係女色入也，咁呢四個字有可能你而家會否定自己嘅？點解人哋句話甜心？就係你呢句説話，所以令到佢哋嘅家人就覺得佢哋到時今其實結婚想問佢呢句説話，呢個價值你識人揀咯。唔係你講嗰啲習俗唔明呢句話延伸，你係將以前嘅習俗擺喺你今日呢句説話上邊。按你邏輯，以前三妻四妾係咪就等於林大當婚前講嘅嘢咧？而家呢個價值係咪仲存在？我同你講呢嗰啲説話，有冇人聽過？呢啲價值，因為其實你講嗰啲三妻四妾，你講嗰啲逼佢結婚嗰啲問題，呢句話冇關係啊嘛。不過我想再問友方啦，我方今日主要同你講婚姻嘅價值，包括係一啲例如係承諾等等。我想問呢啲承諾點解佢都會有不合時宜？我所有方建基於嘅係咩咧？佢哋想結婚，咁對於唔想結婚嘅人點樣處置？唔想結婚咪唔結咯。我哋從來冇強迫佢哋，我都問翻房友方同埋結婚對佢嘅保障，你睇唔睇到？所以今日嘅事實係應當結婚之下咧，原來唔結婚。
想發揮繼續存在啊嘛，使乜嘢幫人點解幫住佢嘅時間？我都冇反對咧結婚，咁所以咧我嘅選擇權啊嘛，就係佢想結就結，想嫁就嫁。但係今日有方咧施加壓力俾佢係咩咧？應當結婚之後唔結婚係錯係咪事實？我方一定同你想嫁就嫁，但我問緊入方嘅係你應當要做一樣嘢，點解你唔同個選？就點解等於你冇得選擇做唔做嗰樣嘢？你話想嫁就嫁，咁但係你呢句説話就係同佢哋講，你到咗適合年紀就要嫁啊嘛。咁有可能你要同佢論證嘅係你個當字係咩字啊？呢個當本咧就係背後婚姻嘅價值嚟到，今日仲係咪存在緊咯？包括我剛所講嗰啲，例如對對方嘅承諾嘅保障等等。我想問點解嚟到今日，我哋結婚呢個形式所帶俾你對方嘅承諾會被消去咗咧？我承諾咧，我方已經同你講咗，我方係認同啊，所以你呢啲只係結婚嘅利處咯，而唔係講到呢句説話合唔合時啊嘛。我同你講，而家呢個説話之下，點解會有成男性嘅出現啊？佢就正正因為佢哋呢個説話結唔到婚，有壓力，但係唔結婚，咁點處理啊？嗱，今日有啲係啲性男性，佢係講擔心人哋。佢哋擔心有好嘅關係，揾唔到伴侶，或者有啲經濟原因嗰啲，咁有婚就將呢樣嘢完全套用喺所有人身上，咁樣有婚點解可以解釋到佢哋咁多擔心人士就係代表咗佢哋覺得結婚好深嘅壓力咧？我係有婚同我而家七成嘅剩男剩女都覺得有負面印象，就係因為你呢句説話，你覺得佢唔係逼婚嘛？但係呢句説話實質就係同你講，你要結婚，你要嫁人，係咪？即係有方論證唔到呢句話點解等於逼婚咯？有方論證就話呢句嘢俾人嘅印象就等於佢係逼婚啦。但問題代表住就係咩？有方論證唔到點解你當婚等於就你唔可以揀你逼唔逼婚？所以有方所講嗰啲咩婚姻嘅自由、選擇嘅自由，點解我同你講你應該要結婚，等於你嗰啲自由冇咗啊？我想聽你有方講當字唔係必須，但我認為嘅係時代現時社會咧點樣去理解呢個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你就係個同大家講緊原來咧當婚先至啱。甚至喺長輩之下會受呢種嘅觀念所影響，同大家講你唔結婚咧就冇人要啦，係咪會有壓力？所以由方法是除咁樣方式點樣論證佢，例如上咗方係從字面上去解，字面上論證唔到就同你講咩？而家啲人咁覺得，但而家啲人咁覺得係咪代表變態啲白字字講呢樣嘢？咁所以有方咧其實冇理到個時宜嘅問題啊，就喺呢個句子之下咧，呢家而家嘅時宜就同呢句説話唔同嘅時候，有方點樣論證？當呢句説話唔同嘅衍生嘅問題係合乎時宜咧？我方全部都有理到時宜嘅問題啊嘛，同有方講啦，嗰啲婚姻嘅價值觀對對方嘅承諾、對子女嘅保障，點解呢啲價值觀嚟到今日變到不合時宜咗？而家女性人喺現今時宜係唔係合？但問題係女性人喺度習俗啊嘛，你嚟講咧呢個變係嚟講乜嘢啊嘛？但翻我方問你嗰啲結婚嘅價值點解會變咗不合時宜嚟咁樣做？咁你嗰啲習俗係咪屈緊而家啲人結婚先？你嗰啲習俗咪正正同你講乜嘢就需要結婚咯？啱啊，所以你啲習俗同變係啲八字字冇關係咯。所以答翻我方，我關問嘅價值點解會消去咗？有乜我價值完全冇消去過㗎？係今日你逼佢結婚啊嘛！你而家係你破壞咗佢嘅價值觀。佢係一件好美好嘅事，但你都逼佢結婚喎。啱啦，咁我講到啦，嗰啲價值觀冇消去到，所以代表住啲乜嘢？所以變到就係大家同你講，你應該結婚背後嘅嗰啲原因，其實全部都存在緊，得各位。
法以下是否切合時宜，重點是在於背後的價值觀，而不是實際的做法以及當時的習俗。所以討論辯題，我們不是將有方所說的三從四德、嫁雞隨雞、男女一定要依附男女的這些做法搬到現在這樣做，而是要探討婚姻觀是否仲有時代價值，它的價值是否仲值得保留。例如結辯，我們可以從婚姻的三個角度來貼今日的辯題。第一，婚姻的必須。我剛講過好多次，辯題中並沒有必須這個意思，是由方強行加上去。但我知道方邏輯，男大方婚，女大當嫁是有強制性的話，咁有方係用論證同埋結婚都係錯誤喎。咁既然有方就係扭曲緊辯題，唔能夠咁樣論證。但再者，正如有方所講，社會重視個人意願，重視女性權益，但我方從來都冇強迫啲單身嘅人去結婚，我方係肯定婚姻嘅價值。而就算時代唔同，呢種願意走入法律嘅規範，神愛一輩子會照顧你、保護你嘅中介線，依然值得珍視。呢種價值係唔會因為現今社會就廢棄噶嘛？有方係咁同我哋強調，結婚咧就會被社會逼迫，唔結婚咧會俾父母逼翻要去閃婚。但我方從來冇話要逼人離婚，從來冇話要逼人求其結婚。我方主面講得好清楚，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講嘅係你喺成熟嘅時候都識嘅就去結婚啦。但閃婚逼婚嘅係完全唔符合呢個標準嘅喎，佢求其揀佢點樣一個適合嘅人咧，有方未反應過。我想問有方呢邊解釋清楚，閃婚逼婚究竟係咪真係對應今日嘅辯題？其實有方一會嘅時候，便係咁同我哋講話，我哋唔睇事，即係其實真正睇事嘅嗰個係有方同學。嗱，跟住嚟到第二，古今婚姻觀嘅不同。嗱，我方講過好多次，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呢種八個字係從來冇包含緊父母之名，女人要以男人為中心等等嘅事。有方主面第一句同我哋講咩話？查呢個文言文咧，要睇佢字咁解，要睇句式咁解。咁我哋就睇翻呢個字咁解，睇翻呢個典故出處有冇啲咁樣嘅意思。佢從來冇講到話男人不婚，女人不嫁嘅話就會係。俾人逼佢就係要唔知有咩成分，從來冇包含呢啲內容喎。反正有方冇混淆視聽，我方係完全冇反對佢哋有個人嘅選擇，又會跟隨個人嘅意願，更加冇否認過呢啲女權主義。但反而有方學唔尊重而家依然相信婚姻價值嘅人，有人選擇做運動減肥，都唔代表靠飲食減肥係錯；有人選擇唔結婚，都唔代表結婚係錯嘅咯。係有方又同我哋講話咩做笑啦，要拍個靚啊，呢啲係。但呢啲從來都唔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呢八個字當中講到明嘅喎，我唔有方點解要咁樣提？有方冇解釋過呢個概念點樣可以得出嚟？係有方自由聯就話到咩？佢認同婚姻嘅價值，但其實完全就冇提過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係點樣保存呢種價值。最後嚟到第三婚姻嘅價值，喺個人方面，我方主面開始講出男女三分於情於理嘅保障，於情結婚係對方願意為呢段關係承擔民事責任。於你結婚係提供法律嘅規範，有方一句佢唔否認就完全忽視咗呢啲價值喺婚姻上，喺成個社會、成個家庭上有幾咁重要。喺法律嘅保障底下，重婚啊、通奸要負上法律責任，又或者有方又離婚等等啲財產分配、贍養費等等都喺法律下令到雙方受到保護，有方唔能夠反對一切嘅法律價值，都係基於呢個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而除咗兩個人自身婚姻係更加會影響生兒育女嘅決定咯，但有方全場一句啊，我認同嘅就咁樣大過咗，完全冇考慮到婚姻嘅神圣同埋重要性，婚姻要被珍視，要被珍視，要被珍惜呢種價值，有方完全冇考慮到，淨係同我哋講而家呢個觀念係不合時宜冇選擇，就大過根本就完全唔合理。係最後嚟到社會，我哋講翻呢種家庭婚姻嘅，其實會帶俾社會一個好重要嘅連繫，呢種家庭安全感喺而家社會都好重要嘅時候，我方完全見到呢種價值觀念。簡方結辯發言時間為4分06秒，好超時，無需扣分。最後正方結辯總結，就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主席，請觀眾各位啦，好難得到最後一個位置咧，想同大家以3-2咧去歸納一整場嘅比賽。首先咧，我想先為三批受害人擊鼓。首先是逃犬迫害律人，女子無才便是得，不合時宜，三從四德要由出嫁出夫，夫死從子，要遵從跟從，捆綁於父權之下，不合時宜。因為所以今天講的時宜，因為教育能力、應受式、時宜、世宜這些詞常出現過，有方否認不到的關鍵字解釋了原因。那女大當嫁這句00後不認同，80後都很少講，只剩下上一代、上上一代還會講男女大當嫁穩求好處家，為什麼是不是不合時宜呢？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跟家人說不用嫁，這裡就是我們的
而家唔知你，我哋有大量人假結婚，我講前場咧正正就論證我呢樣嘢啦。所以超過三成半人大時大節咧唔夠膽翻家，暗木相親，因為唔想面對催婚同強制相睇。大家都估咁邊句係錯？邊個係錯咧？係呢句説話錯。最後係何苦迫害自己咧？大家有冇注意到當普世價值相共自由、人權、真情、真心？講任何嘢講得太絕對嘅責任觀咧都不合時宜，因為現代人漸漸明白每一個人面對嘅處境同難處都唔同，要因時制宜，而非一刀切去道德綁架、情緒勒索。世間所有屈服於呢句觀念嘅人都係屈於自我、真我呢句沉澱傳統、年年月月、日日不斷嘅拉扯。其次咧係有幫兩大問題。嗱，今日我哋睇翻辯題，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咧，有幫講話當唔係必須，但事實我哋正正啊就係要睇緊現時時代嘅趨勢係咩啊？就係現時大家都講話應當結婚，應當嫁人嘅時候咧，就係、是、呢個社會下咧催逼呢啲人咧去結婚，有冇否認到？因為現時嘅情況係咩咧？原來咧長輩都認同呢句説話嘅時候咧，佢哋咧要佢哋去結婚，而導致乜嘢情況？我剛前場講過要閃婚，而今日最有冇最追從嘅係咩咧？婚姻嘅價值。咁當呢句説話之下，影響到佢哋趕住結婚、閃婚嘅時候，係咪有冇想講嘅理想嘅婚姻價值咧？甚至今日咧，我哋呢題辯題背後的社會情況，咪就係現時咧，其實都好多人被逼婚，而呢句説話正正就係話唔結婚就等於係錯嘅時候，有冇人如何論證你所講嘅合乎事實咧？甚至今日咧，有方講哦，原來咧婚姻嘅價值咧仲存在，我方冇否認過，因為但係呢句説話嘅婚之下，影響住每一個人嘅婚姻價值咧，根本就不合理嘅時候，有方點樣講話？哦，現時嘅時代趨勢咧，就係越多人咧越遲結婚啦。呢句説話之下咧，會話佢係唔理想咧，所以今日有方唔合理。再講啦，最後一個之後咧，係一種尊重傳統嘅正確態度，面向不合時宜嘅傳統苟延殘喘，佢會令人厭惡傳統，而俾過時嘅觀念退場，先係真正嘅尊重。扎腳三步不出閨門，女性唔可以拋頭露面，男主外女主內，一一退場。死板僵化嘅傳統，令佢失去時人嘅尊重，甚至今日講咧，有冇曲解咗整條嘅辯題？甚至多謝各位。加一位田三十，此佳田二十，余下位田十分，下五位同学不用填。
計短線上面咧，其實我覺得都有少少考慮。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對方就係將所有傳統對於結婚嘅呢條好嘅觀念咧，實實喺個裏面嘅。而反方今日咧，係將所有結婚有關嘅好處咧，實實喺個。我覺得雙方喺呢方面咧，我自己係派分開啲工作嘅，因為我唔覺得係嗰兩個問題。咁所以我覺得呢方面就係、是，即係雙方前面辯題上面太和諧，以至於就係今日成條辯題好少情，即係去到好後面開始先討論緊個定義問題，喺度推斷成個推斷都討論緊個定義問題嘅時候，我就覺得即係成場比賽喺嗰度嘅形象咧，好似有少少前就係偏聽偏聽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喺呢方面就係究竟即係男女分分到廿方法。話包唔包？其實個問題就係究竟包唔包長輩壓力呢樣嘢？但我自己會覺得係包唔包長輩壓力呢樣嘢咧，其實呢個處理上咧，反方今日嘅處理方法咧係好單調嘅，純粹同我喺辯題冇長輩，或者辯題冇講過，或者你哋拋一個你哋覺得應該係點嘅做法。咁但係咧，正方又冇一個好好嘅例子同我點解包長輩傳統，即係。你舉出了一個例子，就話個調查就話好多人選擇嗰個咩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但係呢啲選擇係其他選擇係咩咧？咁我係唔知嘅情況下咧，咁我會覺得係啲人係揀最適合嘅選擇。咁所以係咪因為呢一句而導致不分咧？咁我又好似唔係好相信。尤其是喺場上咧，你哋提及咧呢句句只係嚟自《水滸後傳》係一個清代小説。咁清朝之前係咪冇呢種觀念咧？似乎又唔係好貼合你哋講嗰種傳統思想，因為即係清朝都好近代啦。咁而即係男人同女人要早結婚呢樣嘢係中國傳統一直以嚟思想嚟。咁尤其是你提到儒家嗰啲更加係好耐啦。咁所以當反方提出原來呢個句子係《水滸後傳》一個清代小説出嚟嘅時候，似乎咧我會覺得就係你講嘅呢種傳統思想唔會係源自於男女同性。即係個因果關係啊，似乎係咁。但係當然，因為反方你冇主動提出呢個問題啊，咁所以咧，呢個位我唔會係喺分數上好大嘅，即係改動。咁但係我會覺得係，如果你哋揾到個來源係即係一個水滸後傳嘅話，我覺得呢個時間啊或者嗰啲位我都可以提，或者背景嗰個位，即係呢個句子同傳統思想嘅關係喺邊度？係傳統思想利用呢個句子去俾壓力，或者去講説話，並喺呢個句子引出咗呢種嘅思想。咁我覺得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正方嘅主線上咧，其實好 focus 喺一樣嘢，就係主線嘅時候講好多就係離婚同埋閃婚嘅問題。但我覺得係你冇解釋過點解離婚閃婚係問題，即係尤其是你講到咁現代思想係咪？咁我都用翻現代思想嚟睇呢個問題，即係我會諗呢個問題。咁所以當年係反傳統嘅時候咧，你都要解釋埋點解離婚係個問題。但係你去到好後期嘅，你去到我覺得二款又比較清楚咁講嘅，就係例如有啲問題，例如你問係生完即係上身點算啊，或者住唔住呢個問題。咁但係咧又賴到其他嘅觀念，就係即係辯題講係婚嫁就變咗又包埋生仔嗰樣嘅。即係我會覺得係雙方喺今日辯題度咧，係越賴越多嘢入嚟咧，即係以至於咧喺個。即係我會覺得係好似一直嘅討論咧都好遠嗰度嘅感覺嘅。咁尤其是係生仔呢樣嘢咧，就衍生出呢個問題，就係你哋講緊長輩壓力，究竟點解即係傳統嘅婚嫁觀念會喺前場冇提及過生兒育女呢個觀念嘅咧？咁我會覺得係反方喺處理呢啲嘢價值上，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會用即係辦法就好變藉口咯。簡單嚟講就係、是。對面話長輩就係因為呢句，所以就叫我結婚。唔係啊，唔係因為呢句啊，佢用呢句啫。佢純粹係想即係抱孫啫咁樣，即係你可以有好多原因咁樣去俾藉口。我俾藉口係一個好好解決方法，因為你講唔係其實好被動，即係尤其是係今日第一場嘅，即係第一輪嘅單挑係最明顯。對面不斷問一啲是非題，問一啲定義，你只可以話唔係今邊題冇呢個字，唔係。咁我會覺得係喺個處理上，反而都問翻對面，咁傳統有冇傳統長輩叫你結婚，係咪想叫你生仔？係咪想抱孫，或者係咪覺得你應該傳宗接代？係咪有呢個概念？咁如果有方同學承認呢個概念，點解可以肯定嗱長輩叫你結婚係因為呢句，唔係因為想叫你生仔？
翻一樣嘢啦，如果你同啲長輩講到你結婚都唔生，佢係咪真係一定會俾你逼婚？佢係咪一定用得你婚？有冇資料證明呢樣嘢？有冇資料證明就係、是、或者你換咗啲資料證明嘅，即係長輩逼婚係因為想你生仔，即係係因為想你傳宗接代。即係如果有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即刻過咗呢個位。咁當然即係好可惜你哋冇啦。咁但係我自己會覺得係，其實呢方面正方嘅論證係好薄嘅，俾咗一個好大嘅機會你哋。咁但係好可惜把握唔到啦。咁冇乜所謂，即係咁，我覺得係即係正方呢個位就過咗，安全過咗。咁但係我覺得係即係反方喺呢啲嘅背景或者喺呢啲我會話係即係。建立一個世界，都俾我知道其實就係正方緊講緊嘅社會或者個時宜緊係咩情況。咁而正方講呢個時宜，雖然我同意，但係反方咧，你都建立唔到另一個時宜俾我聽。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位咧，其實係頗為舒服。但係當然去到後面咧，即係有其他面壁上嘅嘢，咁可能就交俾其他評判咧去做。对于我来讲，系男方会攞到多比较多少少嘅分数。
先嘅評判咧嘅嗰個評語咧，我基本上都係好同意嘅，咁所以我盡量避免重複啦。我覺得主線上面咧最緊要嘅一樣嘢咧，其實呢條辯題咧必須要提及嘅啦，就係嗰個時代，究竟嗰個時代嘅變化嗰、那個變遷係點樣樣咧？其實係好關鍵嘅一樣，因為我哋唔係淨係討論緊呢八隻字啱唔啱。我哋亦都唔係討論緊呢八隻字係佢帶嚟啲咩後果咁簡單，而係要討論緊嗰個嘅時代啊嘛。咁所以咧今日正反雙方對於嗰個時代嘅嗰個嘅建構咧，就對我嚟講都好緊要。正方咧有係略略提過，即係唔少嘅 terms。咁我覺得咧，其實咧係好多都應該要係重點嘅發揮，甚至乎咧應該要擺喺呢個主辯度嗰度。譬如你們有提到一些概念，就是以前的那個時代就是家庭本位的一個時代，現在就是個人主義。你們在附件的時候也有提到，其實這條辯題沒有地域限制，引入了西方的一些想法。其實其中一個原因，為什麼那個時代會有這樣的變化，第一就是因為全球化，就是因為西方的很多的思潮涌入了我們的即係呢個嘅東方嘅文化裏面，所以全球嘅嗰個價值觀喺度做緊一個交流，所以先導致到呢個嘅時代嘅對於婚姻嘅一個觀念有好大幅度嘅變化。你頭先引用嘅嗰啲嘅小説，嘅清代嘅小説，距今其實唔係好多年，即係放諸喺成個個人類嘅歷史嚟講，點解呢一個嘅婚姻嘅觀念突然間喺呢百零二百年裏面有咁翻天覆地嘅變化？就是因為一個時有剛才你們所說的不同的，但是這件事是那麼重要，偏偏你們只是略略提過，甚至乎只是點出了那個 term， 實在太可惜了。所以呢正方需要解釋的不是只是南大方方的有方格這麼簡單，而要解釋那個時代的變遷為什麼導致到這句話已經不再合適。而反方的那個主線呢，我覺得除了這幾個字之外的嘢唔再討論咧，咁係你哋嘅嗰個策略啦，冇所謂嘅。你願意咁樣定嘅，睇下即係對方對你有咩回應嘅。但我覺得比較關鍵嘅一個問題咧，就係你哋個標準。你哋今日對於合唔合時宜嗰個標準都好簡單嘅啫，就係喺呢個時代仲有冇價值，咁就為之係合時宜。我覺得呢個標準真係相當之低，好坦白講。咁但係當然啦，對方係完全冇挑戰我哋呢個標準嘅。為什麼呢？因為我覺得咁低的原因，就是因為其實有些什麼是完全是零價值的呢？如果在這個時代是還是有一點價值的東西，就等於是合時宜呢？根本是所有東西都是合時宜的，因為它還在這個時代裡面還存在嘛，那它對於某些人來說總有一點價值的。那所以如果你說還有價值在這個時代，就等於是合時宜，我覺得那個標準就太低，所以導致到為什麼你們那兩個論點很容易就可以成立，就是因為你的標準都門檻設置得比較低，所以你很容易就說承諾重不重要，重要喎，喂，想想做一家庭就想要喎，想不要延續那個生命，想不要教育下一代啊，這些東西緊不緊要？緊要喎，只要這些東西仲是緊要的，就是合時宜的話，所以你們整個主線的推論就很容易就是可以達成到你的那個標準的原因就是這樣。跟住就是雙方的一些輪迴啦。今天呢正方呢剛才評判都有提到過，拉了很多不同的概念落去一個婚嫁的那個討論場，包括一些閃婚的概念，包括是嫁就是等於依附的那個概念。我覺得是分幾個層面去看的。第一，究竟你那個閃婚的那個情況是不是普遍到一個地步是可以成為討論這條辯題的主作先，這個是很關鍵的。第二件事就是你們需要好解釋到為什麼這句說話是那麼能夠促成到的，或者導致到這個善分的那一層出現。所以你能夠解釋到這兩點，當然就沒有問題了。我們就要 看下原來現在南大方分兩大方，但是分字就是善分這樣的，我就覺得沒有問題。所以對方問你，我係咪喺呢八隻字裏面啊？你可以話係，如果你能夠解釋到頭先嘅例子。咁如果唔能嘅話咧，你就會被認為咧，你係牽扯咗一啲關鍵嘅概念落去呢條辯題嘅討論裏面。
另外一個層面咧，就係話你話價就等於衣服嗰樣嘢，咁當然啦，呢個就牽涉到辯論嘅技巧上面啦。其實我覺得今日正方咧有少少霸王硬上弓，即係咧喺呢一個嘅公辯裏面啦，我嘅抄寫裏面啦，對方頂多都係話唔關事啊，包落辯題討論啊咁樣。當然你問咗好多是非題。咁大嘅之後就不斷講話，喂，你唔係喎，你主意已經認曬㗎啦，你就係依附㗎啦，咁你就價咧就等於係要服從嗰個流程㗎啦。咁其實呢一個咧就即係我覺得有啲硬嚟啦，喺嗰個辯論嘅技巧上面，因為你一下就即極速收割咗，哦，你贏啦咁樣之後，你一直都咁樣講。但係如果撇除一個辯論嘅技巧，究竟價就等於依附呢一樣嘢，仲係為呢個時代？嘅人對於價嘅嗰個嘅睇法先，因為你哋去到辯論嘅嗰個嘅後期啦，成場比賽嘅後期啦，你哋已經講到就話，其實而家嘅人點樣睇咧，嗰隻字就應該點樣解。咁唔緊要，如果你真係保持住呢個觀念嘅話，而家嘅人係咪真係覺得價係等於衣服先？即係呢個就即係有少少顛覆我嘅而家嘅嗰諗法啦。當然啦。我是一個身於香港一個發達的城市的一個的單身的男性咁樣樣，所以從我的角度去看呢個價值，可能從你的角度去看呢個價值，或者從你哋附面所講嗰啲西方的人的角度看呢個價值是很有唔同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講到咁好曬嘅呢件事的話咧，咁你嗰個價值咧就冇可能淨係即係用一個。古代的中國的一本書裏面的嗰個説法咧，嚟去解人世。咁所以，如果你要拉到咁闊嚟講嘅話咧，就不如淨係用一個古代的嗰個例子啦。另外咧，你哋都會講到話咧，有一啲嘅，譬如少奶奶嘅嗰個嘅諗法嘅，喺嗰個後面嘅嗰個討論。咁佢呢個嘅想法咧，同頭先嗰個女性依附男性嘅嗰個諗法咧，其實係幾相似嘅。咁但係當然啦，佢呢一個所謂少奶嘅嗰個諗法咧，就係、是、喺經濟上面咧，主要係即係佢係想站在一個即係又或者咁講啦。如果你嗰個嘅定義係完全成立啦，喺呢一個嘅情況底下，究竟係咪真係咁唔符合而家嘅嗰個時代先？因為你那個時代包含了男女的嘛，那那個男仔想不想被依附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所以如果你要討論這個的依附的問題，少奶奶的那個問題，就要看其實現在的那個人是否真的對這些有那麼反感，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即如果他要嫁就是為了要做少奶奶，但是他老公依然願意這樣做，他覺得這個就是照顧他的一個表現來的，那似乎是沒有問題的。是不是至於是不合時宜呢？又未必是，就是他老公想他的老婆是一個小奶奶的一個狀態，那似乎就沒有這個問題。那這個是在後場的那些討論裡面正方的一些問題。反方呢，我覺得最主要就是呢，其實主要今天你們的那個分數的來源呢，都是源自反方。你們在你們的那個主線的那個的即補充上面呢，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少，兩位的負面都是在即你們的習慣啊，發言的習慣啊，博曬一大堆先，剩翻啲嘅時間就讀底稿啦，讀唔曬就算啦咁樣。咁所以咧，譬如一副你講同居會造成呢一個嘅情侶之間嘅衝突啦，又或者嗰個子女冇咗安全感呢一樣嘢，其實你應該解釋清楚，因為你要做一個對比，同居嘅嗰個情況。如果淨係有愛啦，我愛你，你愛我，我哋一齊同居啦，但係結婚嘅情況底下，嗰啲嘅小朋友係點樣？嗰情侶嘅關係係點樣？然之後做一個對比，就係結咗婚之後嗰個嘅情況係點樣？否則咧，其實你係冇解釋到任何嘢嘅，因為你淨係話係同居咧就會多啲衝突。個原因係乜嘢咧？嗰個女仔點解會冇即係嗰個仔女點解會冇咗嗰啲個安全感咧？嗰個原因係邊個先？義父其實都有同樣嘅問題，譬如你解話嗰個嘅小朋友咧，如果係嗰個父母冇結婚嘅話咧，嗰個嘅情緒嘅問題咧多四倍咁樣。但係個原因係邊個嘢嘅先？點解嗰個父母有冇結婚，對於嗰小朋友嘅情緒竟然係會有一個，即係除非係一個好直觀，你就咁講出嚟，我已經即刻 get 到，否則我就係抱住一大堆嘅疑惑嚟去聽你嗰個發言嘅。
就係、是、佢、又係兩分之前好倉促咁樣講完嗰堆説話就完啦咁樣。咁我就係、是、係我就一頭問號，點解嗰個嘅父母係會影響個小朋友嘅情緒嘅問題咧？佢嗰個婚姻嘅關係，我有冇結婚？點解會令到個小朋友唔開心咧？佢知唔知咩叫婚姻咧？呢啲嘢咧係令到我係好疑惑嘅。去到，好啦，都差唔多啦，多謝。